2020年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的关系，带俾我哋生活上好多改变同不便。现时有唔少活动因为需要保持社交距离而被搁置，而香港舞蹈总会每年举办的世界舞蹈日亦因此未能如期举行。所以今年我哋转换另一种方式，希望透过一系列舞蹈影片，将我哋对舞蹈的热诚传达俾大家。希望大家在属于自己的空间继续舞动起嚟，藉住舞蹈带嚟的力量面对现时的挑战，并继续响应每年一度429世界舞蹈日这项全球性的活动。Yeah.